好，也是喜事一桩。来看是17号好日子哦，演艺圈喜事多多，人气插画家弯弯同样选在呢这个17号来出嫁，披上白纱当美丽的新娘，嫁给是认识10年的男朋友。现场气氛相当轻松，包括了好友九把刀也特地到场来祝贺。曼蕾丝紫色洋装，插画家弯弯脸上满是幸福，和认识10年的男友终于步入礼堂。新郎有没有在这里？和九把刀交情好到坐大腿上，曾经合作拍片，让两人建立好交情。这次九把刀不但亲自到场祝福，还大开玩笑恶搞婚纱照。其实这个月初，九把刀就在脸书 PO 了一张弯弯结婚的卡通图片，不小心泄露弯弯的婚事。除了九把刀一起演出那些年的该逼，蔡昌宪也前来献唱，整场婚宴就像是那些年的同学会。鼓起很大勇气才来这个婚礼这样子，伤心啊，因为我跟弯弯是那个出版界的周杰伦跟蔡依林啊，对，所以就是好祝福新郎啦，对，就是好好照顾我的弯弯吧。一张又一张幸福的照片，连弯弯的招牌人偶也入镜。33岁的弯弯开玩笑说，老公是在夜店外捡到的。交往10年，弯弯今年终于步入礼堂，升格人妻。记者简正峰、亮云巡、桃园采访报道。